最近很多 skirt 的词呢？这是一个网络的一个，现在因为那个嘛，吴亦凡嘛，对，是个词歌嘛。但其实这个来源是因为很多 hip hop 歌手他们都是开跑车，哦，对，跑车那种刹车会有那种 skirt skirt， 很有权，很有势，很 hip hop 的感觉，很帅的感觉。哦，而且我们今天请到这个来宾也是非常非常 skirt， 哦，四个都是很 skirt。而且今天会分成两组，一个是 hip hop girl 跟 hip hop boy。首先呢，欢迎 hip hop girl 的 Nike 还有 I M， 还有 hip hop boy 的韩胜屁孩，欢迎你们。小孩转得很快，这个韩森老师这一身劲装是要带来一首大约在冬季之夜，他跟他表示有一种情侣装的概念，稍微搭配一起去爬山，迎战士的感觉。好，来，我们从后面开始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I M， 我是文字，我是曼萍。然后我们终于发了专辑，想要送给主持人。好看。对，我们终于发了专辑，然后曼萍是负责 vocal 的部分，我是饶舌，也是就是自己创作的一张专辑。蚊子长大了，有吗？有啊，因为我们算是有同时期在一个节目。曼萍你也长大了，对，你跟曼萍很熟了，没干你什么事啊？我表妹，我表妹，表妹，真的假的？告诉你，今天我告诉你，严格一点。哎呦，你把歌破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是你表妹啊？对啊，所以可以滴血，可以滴血。我们家里在隔壁一条街过了之后，再走200步就到他家了。那么他小时候表哥对你好吗？表哥好像对我不太好。告诉你，有时候部落要先欺负一下，下山之后才会变得勇敢。哇，真的。好哦。那你们这团体是什么时候成军的？成军多久了？我们其实认识的时候，我们是很喜欢跳舞，然后学校老师刚好又是 Nike 老师，所以我们是跳舞认识之后，然后就觉得原住民唱歌好好听哦，然后我也有自己在写词，我就想要有就是有人帮我唱那个 hook 的部分，我帮你唱 hook， 唱 hook 的部分，然后就找到了我生命中唱 hook 的人。对，他不许你说什么，要买十张哦，他要买十张，谢谢期待他们今天的表现，很期待，期待，欢迎 Nike 老师，大家好 ，Nike。我也终于出了我的就是单曲《Queen Step》，对，想要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。网络上搜寻，对，因为我没有发实体，对，网络上搜寻，对，《Queen Step》。Queen Step， 对，是，希望大家支持，多多支持哦。耶，再来是我们韩森，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韩森，韩老师。那最近在筹备我个人单曲，对，那也是等一下会表演的韩老师这里，敬请期待。这个名字是你自己想的吗？对，不是，因为我平常我不知道我们工作室，不是我的工作室负责教课，就是饶舌教学这样，是，所以我写了一首就是有很有教育意义的歌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你跟小朋友说啊，我这首歌叫做《韩老师这里》，哪里帮你吗？就是来这里上课啦。哦，来韩老师这里上课，学习，了解。这个名字我喜欢。好，欢迎屁孩，欢迎，这是屁孩。EP 听你在屁也在各大串流平台可以听得到了，对对 对。但你为什么会想要取名字叫屁？因为你感觉不屁啊。那个就先把自己的那个程度降低一点。邓雨辰，你是不是刚刚被他的 bra 吓到？你那么远呐、啊？是不是太远了？头发一早上很有感觉。好，这一次感觉大家都是有备而来。对哦，有。这次要进行 PK 对不对？是。但我们在 PK 之前，我们待会要先来玩一个游戏，是，也是考验大家的节奏能力哦。对，好不好？马上进行最多喊 skr。考验大家的节拍，好不好？有四拍的方式喊别人的名字，我来示范一下。好。Wish 13。
也是后面开始吧。我相信开始的东西应该大家都蛮熟。对啊，大家应该过。那就从 D 这边开始出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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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ish 四 ，Wish， 屁孩一，屁孩，蚊子四。蚊子，雨辰二，雨辰，寒生四，寒生 ，Nike 三 ，Nike， 雨辰三，雨辰，曼平二，Masha 三 ，Masha， 加快哦 ，Nike 六，六怎么六啊？笨死！我告诉你，这不是想害人，害到自己。好，屁孩四，屁呀屁呀，别喊！屁孩四，屁呀屁呀，别喊！屁孩输了，屁孩输了，有这种的。现在，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进阶了，人越少，我们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。好 ，OK， 继续。曼平二，曼平，蚊子四，蚊子，哎，寒生四，寒生，蚊子四，蚊子 ，Nike 四 ，Nike， 雨辰四，雨辰 ，Nike 三 ，Nike， 寒生二，寒生，雨辰一，哦。雨辰，魏雪三，哦，魏雪，哦，曼平，雨辰三，雨辰三，曼平，等一下，你忘记喊老师了？没有，在部落都会先加个等一下吗？等一下，他现在他跟你表妹，我们让他一下，再给他一个机会啦，对，一次机会啊，给你一次而已哦。好，一次，我吗？来 ，OK， 你开始，你开始。Nike 三 ，Nike， 蚊子三，蚊子。Nike 三 ，Nike， 蚊子二，蚊子，曼平一，曼平 ，Wish 二 ，Wish， 寒生一，寒生 ，Nike， 寒生一，寒生 ，Nike。刚说谁 ？Nike 先好了，来看一下，先。蚊子二，蚊子 ，Nike 三 ，Nike， 蚊子一，蚊子 ，Wish 一 ，Wish， 蚊子四，蚊子，加快啊 ！Wish 二 ，Wish， 慢平一，慢平 ，Wish 四 ，Wish， 快点！好，恭喜这块 hiphop 哥！马上进行的是 hiphop one by one。OK， one by one 的会是在 battle 啦，这是饶舌歌手最刺激的时候，每个人拿出自己的经典歌曲，然后呢由观众来投票，看谁比较厉害。那这次呢，赢的人呢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，后面赢了才知道。可以获得 Skr 的封号 ，Skr 的封号。让我们欢迎 Nike 老师带来的 Chris。娱乐百分百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。哎。I'm the queen, hand me the crown 创位 ING on the scene 来头的汤我悠闲人机黑功夫 The way I move 违反人体力学的角度
我 fuck the rules 从来没被束缚，天生反骨，天生顽固，一底子功夫加上软骨，化为谈吐，用韵脚在你面前漫步，观众欢呼，半瓶子醋根本来乱入的被我铲除，我鞠躬 do I get some born to win， 皇后的命格是我命中注定，Me and my name just as 我们功夫印，专门来印的，让本宫来整顿妃子们的公主病。Queen, 别乱坐我的位置 ，Step up to my face， 这场闹剧到此为止。Queen, 大胆妖孽在那放肆，冒充你是皇室，一脚踩爆你的幌子。别乱坐我的位置 ，Step up to my face， 这场闹剧到此为止。Queen,有种拿真实力来 battle， 真实我们强弱，谁是真实力的皇后？ Move on， 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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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ve on， 谁是真实力的皇后？尖叫声！ Check it out, Joe。对啊，太溜了吧，啊、这个太溜了，太溜了！你根本就是 swag 本人嘛，swag 本人，哇塞，真的强！而且我一直眼睛被老师的这个，老师这算泳装吗、这个？这个算吧，这个不是泳装，这就是叫 body， body， 对 body， 身体的意思的哦 ，body 就是很贴身的那种像睡衣的东西。而且我刚好看到你大腿上有一个星星的，对，哇，那个是刺你自己刺的，这是你我自己，我自己刺的。是的，我有日文的，是的，哇，这样很性感呀！哎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哇！其实因为我这有一个，你看屁孩的脸，对，所以屁孩的脸，屁孩，他刚这样，他刚刚脸上，对，我就感觉他比较喜欢 Nike 老师表演怎么样？辣辣辣，然后这首歌其实很开心，就是熊仔跟追舞老师帮我制作的哦，熊仔，所以要特别需要他们一下，很感谢。对，因为 Nike 老师 MV 很厉害，对，超帅，超帅，谢谢，终于靠。那蚊子呢？看完老师跳舞怎么样？很帅啊！我现在我只要发就是发文就一定会打武则天跳舞的舞，真的太厉害了，没有人可以超越这个地这个地步。对啊，而且你这个表演去商演啊、笑唱，绝对是嗨炸，真的很帅耶，嗨翻天的，真的太厉害。然后接下来要怎么表演呢？接下来呢，屁孩换你哦。好，没问题了。你站在Nike老师后面，你压力会顶得住吗？有一点啊，我尽量，我努力。好，欢迎屁孩带来表演。嘻哈唐伯虎，没错，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、英雄与侠义的化身——唐伯虎。这是屁孩 ，A.K.A. 嘻哈唐伯虎。嘻哈唐伯虎，嘻哈唐伯虎，嘻哈唐伯虎。嘻哈唐伯虎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我的脑袋是大片，但里面在充电，提供彩色是和牛蛋买自助餐。当我从遥远的北京飞回台北，还没到家喇叭就被使劲的吹，曾经的选择现在都三五成群追，潮湿的台北配上潮湿的美，一条心说唱自己知彼知人心，让你猜猜在做谁是狐狸精。谢谢爱奇艺送我一双好眼睛，现在录个皮神经 demo 都有人听。他们一开始就问我为何要叫屁孩，我笑着归成为为什么因为跟你期待，可他们还在摆高姿态笑着说我奇怪，你还在唱烂拆，我已经偷偷把你击败。可这种好货你真的不该错过，跳脱无聊的主题和长一样的 flow， 相信嘻哈伯虎绝对不会说错，就算热狗都说屁孩你真的很做作。嘻哈唱伯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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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人笑我太疯癫，
我想差点看不穿，我的脑袋是大便袋里面的充电，提供菜色是和牛蛋白自助餐，好像昨天才在等着每周看周演，一不小心就站在台上唱着论新年，抬头站左边，地下站右边，不伦不类的屁孩就请站中间，就突然这样站在这边，上月撒花上春香万里达就坐在我后面，接下来就让我用一段小短片表达我对新说唱好伙伴的终极思念，真的别怕自己多累就多练习，过好就继续等着不怕流鼻涕，比起起头的苦衷点是相对甜，除了肉身我最爱美腿和美颜，就让我们殿下修着新浪潮，不用再为爱豆地下身份多伤脑袋，千万记得别拿经纪人挡刀，偶像包袱太重就是猪汤好，嘻哈张伯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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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想他人看不穿，我的脑袋是大便袋里面在充电，提供菜色是和牛蛋白自助餐，哎爽吗？爽吗？爽吗？哦，好爽哦！是不是？终于唱完了，好紧张。哎、欸，他 rapper 跟他私底下完全是两回事。你私底下认识他吗？很熟。我说刚刚他在旁边的时候，所以我感觉讲很熟。刚刚在旁边都没有怎么都没有，就比较安静。安静，一上来，哦，又来一次，整个个性的能量就爆发在彰显上面。而且你是用那个唐伯虎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？对啊，词也是都自己写的，就觉得写然后幽默一点的东西，也可以讲很多很正经的事情，就开玩笑，很多事情可以解决。对，那你跟周汤豪的关系是？对啊，没有，他是前辈，我开他一个小玩笑，我相信他不会介意。然后拍挺棒的。老师，你觉得这是表演？我觉得很酷啊，因为他声音的表情很丰富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哇，听了会一直跟着他的情绪起伏，融入在那个剧里。对对对，而且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周星驰啊。对啊，都会很有共鸣，对不对？共鸣度很高。韩老师，韩老师在押韵界应该也算是翘楚了。对，我觉得他就是。综艺系老师歌手这样，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就是搞笑的东西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很有趣，很有情绪在一个表演里面，对对对，有梗有梗，谢谢。文真呢？我好喜欢他那个小巧思，对他那个很可爱，左边，然后右边，左边，哇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来来，哎呦，现在就要等到粉丝的投票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是男生女生一起投，就比较激烈一点点，哎呦，所以你喜欢 Nike 老师或者喜欢屁孩的，请举牌。哇！哎呀，这个要算吗？我们是女生要算，女生要算。哎 ，Nike 老师获胜了。哦，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直接进惩罚。没有，还有一回合哦，还有一次的机会哦，好不好？那首先我们今天欢迎 I am 大 I 的 I'm coming。I'm coming now.
Yes, I am。哎、欸，这组让我刮目相看，舒服，因为他们的感觉是那种可爱型、萌系、对，精灵系，但是一唱饶舌之后，哎、欸，凶的、欸，那个律动，而且有那种很像日本 hip hop 女子团体那种感觉，对，而且因为他们是穿那个男生的西装外套，就有一种很帅的感觉，对，就是帅气中还保持我们最纯真的可爱的样子，有而且文子，哎、欸，他也好夸张的也出道十年了，讲出来。所以现在差不多40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我们算是同期的，我们都出道10年，然后那时候你是几岁进黑社会？14岁，然后我16岁。可是我就是还是想要保持着14岁一开始进来的那种最单纯简单的，对。以前他们只要表演遇到蚊子，基本上都是很怕的。我有看啊，对啊，而且你婴儿肥消很多哎。有哈，可是还是还有一点点。你以前在电视上，我现在是蛋糕了。我都超喜欢别人去看，别人要回去看才会知道，哎，其实我瘦，因为现在看到我还是觉得，哎，蚊子还是胖胖的。但其实回去看我有瘦。胶原蛋白，真的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可爱还是很强，因为我以前也跟那个蚊子，我们有一起跳过舞，你还记得吗？有。每次跟他跳舞，其实压力都很大。跳太好，跳太好。不，就跟大家很棒的回忆。哎，韩胜哲觉得怎么样？有点压力，有点大。对啊，讲评一下，觉得他没有什么地方就很炸，而且他歌词里面写到什么我是 badass， 就是跟那舞蹈就很屌。哇塞！哦，那个老师呢？我觉得他们很和谐，嗯，就是他们的声音跟唱歌跟饶舌声音搭配起来是很舒服的，就是又有帅，然后又舒服，对啊，然后而且我觉得这次服装很特别，对，对，就是你会印象很深刻，对，很亮眼，谢谢谢谢。那接下来换 hiphop boy 喽，没有没有，加油 ，OK 啊，欢迎韩老师带来的韩老师这里。韩老师这里，小老 B Maker， 涛儿小陶老师，欢迎 ，Let's go。现在开始上课，不要再睡懒觉。副班长点名，有没有阴道的味道？我注重师生互动，张开樱桃小口附送，不然我伸出爱的小手，让你一命作痛。我在上面辛苦卖力，你在下面毫无反应。管你 flow 吃软吃硬，我的软硬兼施，保证让你满意。必须继续押韵，激起你的兴趣，教你做人的道理，最重要是信誉。每天都淋着魔球，难怪成绩会退步。不要跟我说是因为高教所以没读。我们考试从来都不是为分数，是为了探索。各种姿势的最深处，上课水乳交融，让学生也如知如醉，当诗句胡只语出我真心如你不屑对学生有求必应，因为我是故我再度过来韩老师这里，把手机给我，考试不及格的全都过来韩老师这里，肚子饿好下课后来韩老师这里，家长会嘿带你妈来韩老师这里，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来韩老师这里，考试不及格的让我听到韩老师这里，肚子饿好让我听到韩老师这里，家长会嘿带你妈来韩老师这里，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来韩老师这里，搬到 Lesson 2 继续看我演出，不会埋头苦干，我都是入前出，首先口爆口头报告不能含含糊糊，训练你的谈吐不能只是吞吞吐吐，物理课临床实验用经验加技术，教你做活塞运动来计算摩擦系数，有时候难免有差错，你犯下偶发错误都这么大了，还要老师帮你擦屁股，想要校外教学等你背完单字，但你去野炊在姑苏城外喊三次，三缄其口，进口出口顺差，你抄着地理课，我让你体验人口爆炸，念历史从法到革命到大英帝国，让你意犹未尽，为了你奋力一搏，你专门研究北半球，因为我是故我再度过来韩老师这里，把手机给我，叫做爱，考试不及格的全都过来韩老师这里，肚子饿好让我听到韩老师这里，家长会哎带你妈来韩老师这里，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来韩老师这里，考试不及格的全都过来韩老师这里，肚子饿好下课后来韩老师这里，家长会哎带你妈来韩老师这里，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来韩老师这里。Oh my God！ 哇，好厉害！
那边会发炎。有多渴望啊！你在当雨辰从楼是这样笑，歌词真的写太屌了。而且我觉得歌词最厉害的是不带脏字，但却内容诙谐，而且内容是有意义的。哦，对，我觉得拜托那个这首歌 KTV 一定要上。对，哇，这首歌 KTV 下去嗨疯了吧？嗨爆！而且这么经典的 Old School Beat， 其实现在很少人敢用，因为你必须要内容跟你的 flow 要做得很好。而且他都游走在一个快 over， 他又回来的感觉，很屌很屌。哇，老师根本是辞海嘛你？真的是我上课发生的事情。怎么样？我要先问一下蚊子，你觉得老师那边怎么样？我刚刚也有跟着喊老师，老师这里，老师这边，老师那边表演怎么样？他们也被融化了啦。就是。歌词有听，有一些些要再知道才会懂。妈妈在看，妈妈在看，妈妈在看，妈妈，那个蚊子还是猫会？部落的家长也在看呢、啊。对，你看 Nike 老师听完就，哦，蛋你该讲了。先下说。哇 ，Nike 老师觉得怎么样？就很酷啊，因为他就是很多文字游戏在里面，然后很多影射，可是对你听得出来，然后可是你知道那是不同的字，对，就觉得哇，很有趣这种感觉。而且他重点是他唱起来是讨喜，是舒服，是，而且他 flow 排得很巧妙。他有一个段落，我忘记哪边，但他那个拍子做的真好，很难的反拍突然进来，哇塞，超难的。像如果魏许唱这首歌就很脏那个，对，因为那个是本身他的问题，韩老师这不愧是韩老师，对啊，真的不愧是真的是会韩哎，真的有韩语，有韩语的，对啊，你觉得？我听了好舒压啊，就是大英帝国，你看我们这边嗨惨，那边全部超安静。对，但最后还是要把那个投票的方式交给粉丝啊。看他们喜不喜欢这种口味的、啊。究竟喜欢 I N 还是韩老师呢？请举牌。哦，有我属女生啊，我属男生，你属女生。好，女生十二，女生十二，十二啊，十二男生十二。恭喜。恭喜你们。这边是平手，天哪，这边就太精彩了，而且接下来他们要合作了，是进行化敌为友合作赛 ，Let's go。好的，这一关一下爆点的就要进行合作赛了，两边要以化敌为友的方式让粉丝进行投票，是的，看谁比较厉害。来，欢迎 I M 跟 T R 带来的迷途羔羊。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，失去的过往，身上背着行囊，大声随便乱晃，带一身从皮囊，认得我的模样，等着出家算账，像是一场噩梦，从来没有醒，我在寻找美丽的风景，但还老在那瓶中心，躺在床上望着房间窗户，坏的想法在我脑里浮出，不想再拼，这还不是绝路，我的行为真被耳不舒服，渴望自由像是治不好的病，理由太多没有人会信，我只需要自己静一静，这趟远行会在哪里停啊？那个女孩还在家等我，是我 fuck up， 是我不够振作，没有人应该要原谅我，双手一摊我还能说什么，年迈的外婆围起我在外国，拜托别让她担心，为了睡觉挂着白帽，到底为何要躲，怎样才能怒气 I don't know， 眼里的不安静一夜如风，心亲手抓住却已白头，能不能再多一点时间拼凑，失去了过往就别再回头望，失去了过往就别再多想，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，失去的过往。耶耶耶耶！哦，默契很好哎。对啊，就是看得舒服。很少听到这首歌的副歌是用女生唱的，对，有另外一种感觉。而且这首歌因为曼萍唱的比较多，可是她的歌声真的好听，是好听，对啊，很干净。很喜欢刚刚那个文词跟
屁孩有一段河，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拉河一段？有河到吼，没有很常练吗？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见面，对对对，听得出来，第一次，很棒，表现的还不错，表现很棒，谢谢谢谢。究竟呢是 I M 表现的比较好呢，还是屁孩表现比较好呢？请举牌，向左，向左。哇！哇！不要说了，这一次是 I M 获胜。谢谢谢谢。哇，好的，接下来欢迎 Nike 韩森带来的迷惘美。迷惘美，你迷上我的朦胧美，迷惘后在花花世界迷航中，是迷惘美，你迷上我的朦胧美。I'm ready。娱乐百分百，手里多了麦克风。Let's go。说哎呀哎呀哎呀呀，哎呀呀，伤脑筋，懵懂懵懂懵懵哒，懵懵哒，别太用脑筋。哎呀哎呀哎呀呀，哎呀呀，我们好恶心，一举一动都被放大。该躲猫猫还是继续撞上 ？Yo， 这是韩森，这是 Nike， 我们是韩奇掰了，娱乐百分百尖叫声。其实平常他的话不多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话不多。然而网红好像都有很多话想说，发文都要附上照片才能吸引网友，但有的网友不太友善，按餐餐问候安，有没有吃饭？还没有吃饭，要不要出来吃晚饭？哎，这里有很多的大老板。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有时候想从这个虚拟世境登出，先不修图，拿起铅笔修草图。我很爱美，但其实我更爱美术。我是迷惘美，你迷上我的迷惘，你迷上不迷样的形象，对这疯狂世界逐渐沉迷，何时能清醒？人沉迷，迷惘美，你迷上我的朦胧美，迷惘后在花花世界迷航中，我是迷惘美，你迷上我的朦胧美。怎么手里多了麦克风？耶耶耶耶！谢谢。哇！你们这首歌，一个很迷惘的表演，太迷惘，感染力，感染力很强。这旁边的攻读生啊，拿着牌子这样，瞬间变迷惘，太迷惘了，整个迷惘掉哎。而且韩老师是平常是不跳舞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你是被逼的。被我逼的，被他逼的，真的哦。他跟我说你要跳舞，首度尝试这样，对，有怨念的感觉，真的跳的别人不甘愿。就是我刚才讲说，他就是要跳起来很迷惘。对，整首歌他会成立，对对对对。而且你刚刚有看我们麦吗？有线。对，有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买错了。现在不能拔是不是？对，他拔不开了，没有办法拔。很吵的，真的幽默，很幽默。哇，好用心，好用心。来，蚊子，觉得他们表现怎么样？太惊艳了，我看到韩老师跳，我直接哇，对啊，直接暴动，从来没有跳过舞，真的，而且还是很可爱的那种哦。曼萍呢？曼萍，我觉得就是他们跳这个舞很反差，还有这首歌，然后觉得很可爱，对啊，而且韩老师一直用一种很凶的口气，对，就是很凶，很凶，完全看到这首歌不同的面貌，我没想过这首歌可以变成这样子，对，他从看到我的。那这王美迷惘蛮久的，其实这首歌是我跟熊仔一起写，对，哦，所以可以尝试不同的风格这样。现在身为饶舌歌手嘛，对，对。那如果来一段即兴的表演，你们是很重要，是 freestyle 的部分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想要考饶舌歌手 freestyle 嘛，对啊，对。那你们有具备这一项功能吗？韩老师应该蛮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是在网络上看过韩老师对虐人的影片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其实他蛮猛烈。我觉得你应该你要给他一个主题互动，他才能主题就是没有，因为我们主题就是男生对女生嘛，是，所以就用这个，我想说。呛虾的意味浓厚，本来就是 battle 的，可以，好，来玩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先来一些音乐，哎，耶，太难了吧？哦，
没错，现在来到娱乐百分百是一百，今天主题是男孩对女孩。我的队友叫做屁孩，根本猪队友，他一分都没拿到，我不想再对他理睬。我旁边这是 Nike， 刚刚的表演他根本就是败笔。当我出场，大家都会变很嗨。你是蚊子，我送你一个电蚊拍。蚊子，我的 freestyle 不好，现在该说什么才好？不能喊老师，也不能喊老师，我们什么年纪了，要怎么喊老师？你们要反击，别！我来道个歉好了啊！哎呀，这是屁孩，我说对不起，韩老叔，我刚刚害你这样一直输，我现在感觉自己好像猪，我只想赶快回去，回去哭哭，不然等一下我有一个提议，等等，我直接你的份，我帮你按电笔。可以，好，非常非常嗨！接下来要投票喽，投票！来！虽然是合作赛，但是还是有输赢的，好不好？还是有输赢的。究竟你们喜欢 Nike 还是韩老师呢？请举牌。好，来算一下，算一下。哎呦，女生比较多，女生比较多，18-7。好的，经过三回合的激战，总成绩是 Keep Up Your Voice。现在好好宣传一下，宣传一下。好 ，IM 终于发了首张创作专辑，然后在各大唱片行，对，然后网络也买得到，然后音乐平台也都听得到。另外是我们有第一支 MV《海啸吧》，海啸吧上 MV 了，对，海啸听歌吧，海啸关注 IM 吧，对。然后另外是 I'm Coming， 就是刚刚听到那首歌也会陆续上 MV，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。我是蚊子，我是曼萍。那我就再次宣传一下我的单曲 Queen Step， 然后我接下来陆续也会出其他的歌曲，对，现在目前还在赶工中，对，然后可以随时关注我的 IG Hip Hop Nike Soul， 谢谢。对，个人的单曲 MV 即将要上架，就是韩老师这里，所以大家记得来。这个名字真的是很让人好的厉害。在各大串流平台上都可以听到我的《听你在屁》跟 RGRY 一起联手制作的，在各大串流平台上都可以听到，然后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G 跟 Facebook， 谢谢。好，多多支持。这就是人间传说中的十大利器，百分百超强电笔。昨天已经充了48小时的电了。韩生，你还有被电过吗？没有电笔这个东西吗？第一次。我跟你讲，百分百电笔真的是厉害。你会写一个歌骂电笔？我说真的，我可以写一首。上面应该会有10万伏特。这样子手会僵掉哦，屁孩，我很怕痛哎。那你可以，你身体哪里最不怕痛？舌头吗？我没有，我用手指。不能掉，掉了要再来一次哦，掉了要再来一次，掉了再来一次哦。一二三。手软了呀，怎么样？变了，变了。好紧张啊！但是你不知道到哪里？你要在哪里？我说你不是要找我。走了。韩老师，韩老师，电老师这里来。电老师这里，电老师。人生初体验。在抖哎。有啊！不要动啊！很痛。好，出发完毕，掌声鼓励。